到来，你还会记得最纯粹的感动和爱吗？从菜贩一步步成长为霸道总裁的小韩总，虽然跟高、富、帅都不沾边，但胜在接地气，尤其深受庶民阶层喜爱，堪称国民大叔。有这样的群众基础，小韩总平步青云，关关难过关关过，啃下硬骨头，拿下无里侯，只是欲在上一层楼时忽然倒塌。眼见他起高楼，眼见他宴宾客，眼见他楼塌了。曾经风光一时无两，如今灰溜溜被赶下台。不过选择陈前的小韩总，虽然人已不在江湖，但江湖上依旧流传他的传说，人气还是居高不下。何时东山再起，还要再攻哪座高山？粉丝都在等小韩总吹响复出的集结号。可怜呢。